陳鑑林議員。主席，發展民主、實現普選是所有香港人的夢想，特別是港英時代根本就沒有什麼民主。回歸後，中央履行承諾，積極推動香港實現普選。2017年實現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就在眼前，政府做了很多諮詢工作、溝通工作。王國興議員說劉慧卿議員沒有講大話，他說政府沒有聽意見，可是諮詢期間反對派實行杯葛運動，只是提出了四個字，就是公民提名，這個是違反基本法的提法，政府能夠採納嗎？湯家驊議員亦都承認反對派並沒有提出過一個切實可行符合基本法的方案。建制派為了推動普選行政長官做了很多解釋的工作，亦都落區呢做很多的諮詢游說工作，市民亦都做了多番的努力企出來表達自己的意見，三次的撐政改反暴力的簽名，134萬、134萬、183萬、121萬，都是前所未有的民意大爆發。大家的努力只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希望香港民主可以向前行，踏出這一個歷史性的一步，香港社會可以繼續繁榮安定。然而所有這些努力可能都在今日付諸東流，因為反對派即將否決普選行政長官方案，要香港的民主原地踏步，要香港市民重新回到無了期的等待，等於這個結果呢，我們是感到非常惋惜和憤怒的。反對派口口聲聲爭取民主和自由，但本身呢卻是民主最卑劣的示範。黃成志議員因為講出了自己的意見，被民主黨標籤成為叛徒，開除黨籍。最近網上一個連載是很受歡迎，叫做一個年輕公民黨員的心聲，文章透露呢，公民黨內的一些元老分子實際上都認為沒有理由對政改方案不採取待住先的立場，因為政改原地踏步不利於培育下面的接班人。湯家驊議員亦都表達了一些理性的聲音，但最後亦變成呢梁家傑和湯家驊公開火拼，可見他們黨內是獨裁的政治，連黨內民主都實現不了。泛民幾次的聯署捆綁強制否決方案，斷了溫和泛民轉撐政改的後路，剝奪了泛民議員的自由選擇、自由投票的權利。社會上如果有人站出來支持政改，就要面對被起底、網上欺凌。作家屈永賢小姐因為在報章專欄撰文為警察說話，遭到反對者網上恐嚇滅門，這些都是言論自由的打壓，是排罪異己，有你講有我講沒你講的姿態，其實是民主的霸權。主席，經過今次的政改，我們更加明確追求民主的態度。老一輩的政治家常常講為了民主寸土必爭，他們也明白民主不能夠一步到位，無論是大步還是小步都應該要向前走，更不會因為一些未能如願而完全呢是放棄。相信今天的政改方案放在這些前輩手上，他們都會欣然接受。泛民經常說沒有忘初衷，這些經常掛在嘴邊，但非事事從民主考慮，而是更多的從個人政治利益出發，更以激進取代務實，贏取了美光燈卻輸掉了香港的民主，和他們所謂的初衷是越走越遠。這種靠激上位專搞抗爭的態度來到爭取民主，香港的民主路必定是越來越渺茫。此外，我們更加要警惕反對派對爭取民主變成反中亂港的藉口，藉民主之由
行港獨本土主義之實，反對派一直不把一國放在心內，即使在就職宣誓中宣讀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亦都是極極不情願，甚至擅自修改誓詞。但沒有一國，哪有兩制呢？殖民時期英國政府要派什麼人來當港督，從不會諮詢民眾，更加不可能放手讓香港市民提個意見，遑論什麼選擇。中央政府為了維護香港的繁榮安定，讓港人自行依法選舉行政長官，這個是中央政府對港人莫大的信任。可惜的是，反對派濫用了中央的信任，看成是自己可以任意妄為，中央必然會事事遷就。普選有了路線圖、時間表，可惜的是，反對派還要度身訂造一套參選的方案，非要把反對中央的人放到候選人行列不可，硬要把普選方案抹黑，說成是假普選，指鹿為馬的正正是他們自己。主席，多年來實現普選是我們的理想，但我翻查過2005-2010 年的政改辯論，沒有一個泛民議員提出過公民提名。現在政改方案提出了，普選有了，他們再加一個公民提名，而且這個條件呢，明顯是違反基本法的，就連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所謂的國際標準裏面都沒有公民提名這四個字。為何泛民眼看爭取20年的訴求要達成了，但是又要急急地去搬龍門呢？其實只要明白了泛民的出發點，就不難理解泛民為何要提出這些要求。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和何俊仁議員都曾經表示，爭取香港的民主和反對中國共產黨是同一個事情，所以不管政府提出的是什麼方案，他們都會用各種理由去反對。從當年的路線圖、時間表到今日的公民提名，以及中央和特區政府一再解釋的待自先不等於待一世，還是現在又要政府明確2017年選舉辦法如何修改等等，都只不過是他們絞盡腦汁想出來的一些藉口。很明顯是他們反共抗共的立場決定了他們今日否決普選方案的最基本原因。正因為反對派這樣的用心，我們更加要警惕本土主義、港獨主義的抬頭。港獨在香港其實並非新鮮的事物，港獨暴行日益升級，由在網上煽動港人對內地的仇恨，直到發動欺凌弱小富裕的光復行動，到97日的佔中行動，針對遊客的高烏行動，以及各大小遊行示威中舞動的龍獅旗，由去年11月底，警方已經根據線報突擊搜查大角咀一個單位，檢獲3支改裝的氣槍和32件自制的木盾，並拘捕5名男女。其中一名被捕的男子面對傳媒鏡頭的時候，仲大叫：革命必勝，城邦會戰勝歸來，香港城邦建國。前日警方成功的倒破位於西貢濠涌的炸彈製造工場，警方起獲的有改裝過的氣槍、電腦、V-SAT 面具、被稱為撒旦之母的炸藥原材料 TATP， 還有標示了灣仔、金鐘立法會和炸藥庫的地圖。可見港獨和暴力已經在暗角裏面蠢蠢欲動了。泛民雖然間急急和這次炸藥的事件劃清界線，但是當日示威者衝擊警方的防線，破壞公物，佔據馬路，甚至到撞擊立法會大樓，泛民都是全力支持的。本月初學生和激進的本土派更加公然的焚燒基本法，
公開蔑視一國的主權和管治權，泛民主派不單止沒有譴責一聲，反而何俊仁議員為他們辯解，可見這些激進的本土力量和港獨勢力其實是反對派的同路人，是他們的別動部隊。各位市民，普選如果有分真和假，一人一票有得投票就是真的。民主如果有分真和假，合法的可實現的就是民主，掛在嘴邊天馬行空無法無天的就是假民主。實現普選推動民主發展不是泛民的專利，是所有香港人的夢想和追求。今日一個實實在在的方案實現普選的機會就在眼前，但是反對派聲言要否決它，阻止民主向前行，說明他們是反民主的。主席，日前毛孟靜議員公開表示，如果有泛民議員轉軚投支持票就要自殺謝世，說話不單止是惡毒，兼且呢是具有恐嚇性。是什麼原因泛民主派不可以自己決定投票呢？是什麼時候自願投票竟然變成死亡的咒語呢？是什麼時候民主竟然可以成為獨裁的遮醜布呢？今日對於廣大追求民主的市民來說，2017有普選還是沒有普選？但對於民主派來說呢，卻是生死關頭，反對民主向前行的就生，支持民主向前行的就要死。他們還是民主派嗎？不是，他們是鐵架不移的反民主派。自殺謝世就像躲在魔鏡後面的巫婆祭出的咒語一樣。而今天反民主派投票否決方案已經成為必然的結果，市民呢亦都看清楚，所謂民主派並不是真正的民主派，而是假民主派，是反民主派。主席，今天我們見到在各個泛民主派議員的台頭前面呢，好像有一副假的棺材一樣，我相信可能他們在投完票之後是準備捐進去的，不知道他是想投反對票抑或是支持票。如果按照毛孟靜議員說的，如果投了支持票呢就要去死，可能這一副棺材是為他們自己而做的都不定。主席，本人謹此陳辭。